最近被这款VR眼镜种草了，播放的时候只需要把手机卡在面板上放进去就可以，最大支持6寸的手机屏幕，而且眼镜不需要点调节眼镜上面的瞳孔距离和焦距就可以。侧边有耳机孔和充电位，戴上耳机就能让自己沉浸在VR的世界里面。不过戴久了适当放松一下眼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 我看到漫遍花儿都开放，隐隐约约有声歌唱，开出它璀璨蓝笑的模样。此时已莺飞草长来的人正在路上，我只踏风一阵尘土今日抹不上。穿越人海，只为与你相拥。我站在山坡上，牛在悠在向下望，我是最大的太阳之光，把你照亮。长得丑，花败酒。 在一瞬间，有一百万个可能，还想前走，还是继续等？
梦最难耐，不停看掉多少时间能飞奔起来。我成绩又不坏，却坐在最后。就到这下你也想，你坏的小身旁，青涩的柠檬味道，我明了害羞的彷徨，反热轻盈的悠扬。小昆虫来光顾，拖鞋不仅打不到，还会吓一跳。一个便携式的电蚊拍能帮到你，也可以放入底座，通电后能智能识别白天和黑夜，开启紫光诱捕蚊子，进行物理环保灭蚊。I wonder how, I wonder why, yesterday you tell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, and all that I can see,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.Two, three, they call me, call me, Bessie, Bessie, I put Chichu, exactly, exactly, Bali, Bali, Jason, Jason. All right, ladies and gentlemen, that was very good. We're going to do the whole thing one more time. Follow my step.出现海角的天边，忽然的瞬间，在那遥远的地点，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，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。天你看人家别的小动物拍个视频都好几万的赞，怎么你没有赞呢？是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可爱？是不是不可爱？看我这造型像啥？我自己觉得挺漂亮的，你们觉得不漂亮是吗？小强皂就要来了，推荐几款旅游实用好物。便携洗漱杯，包含了牙刷、牙膏、梳子、毛巾，一个就足够了。这个小枕头包含眼罩，挂在包包上，远途旅程睡觉超舒服。行李便携夹包，挂在行李杆上，过关拿取证件很方便。关注我，更多旅游好物分享。